高大哥很好哦。终于下班了，来，让我们来个华丽的转圈。下班总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呢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高大哥，为什么一下班你就这么开心？好吧，不然我们就从第一个音哆开始练习好了。大家准备好喽，哆。高大哥，不对啦，您刚拿那一只才对。我们再来试一次，哆。不对，您刚拿那一只，对，那一只记好喽，再来一次。哆，拜。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高大哥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吗？那你有信心吗？A deer, a female deer, Ray, a drop of golden sun. Me, a man, I call myself fun.